Hello everyone， 我是二王卡子，一个台湾本土的职业摔跤选手，在我旁边的是 Zayda。Hey， 我们今天又是我们两个人组合 ，OK？ 那我们今天其实要探讨蛮有趣的东西啊 ，Zayda。我们收到超级多来自观众的讯息，因为他们开始慢慢意识到职业摔跤选手在台湾其实也蛮多见的。就是蛮多选手在台湾，像 Sky 啊、Zeta、二王卡子啊、阿用狗都有嘛。有一个非常近可以沟通的管道，他们就发讯息来问说：你们这些选手会不会因为练得很大只，技巧也很好，会不会在路上随便看到人就打人家？就是因为职业病的关系，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反应。虽然我觉得是有点刻板印象的，这样你觉得怎么样？应该是啊，应该是因为有职业病，可是。我觉得不是每个人想象的，应该不像大家想象的这么样的奇怪啦。所以，我们今天决定要让大家看看我们到底会有哪些职业病。OK， 队长。好。OK。哇，最近好忙，好久没有训练了。今天早上可以来训练一下了。哎，阿仔，我都快来了。终于到这一天了啊！这计划准备超久，大概两天吧。终于有机会跟什么啊？这一打啊 ，WWE Superstar 啊，我也是啊 ，NKW 的冠军啊，哈、啊，可以啦，可以啦，我觉得这个计划他应该可以接受吧，应该可以啦。这么准备两天，还是一天的努力，他会啦，会接受啦啊！我去，谁啊？NTW Sky， 你刚攻击我的？哎，不是啊！哎，真的，找你好久了。我跟你讲，我准备一个很棒的计划，我想跟你合作，应该可以吧？这东西很棒，我准备两个月的时间，看一下，看一下。
我知道你准备了很多，可是你有一点忘记最重要的东西。我看不懂中文。那你可不可以直接翻译给我听呢？好辛苦了、哦、没事好好跟你道歉今天真的太棒笑死好的我们刚刚让观众看了一堆就是以一个观众的概念会出现的他们对于职业摔跤选手会有出现的职业病的一种演绎给大家看 OK 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不会在路上真的有发生这样那是比较夸张化的东西好不好不过那些东西就是你们所想的样子对不对 OK 好啦没有我们感谢这场今天来到这边感谢如果你今天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不要忘记按下旁边的小铃铛也不要忘记按下我们 Zeta 他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 还有今天客串演出的苹果以及黑仔熊被打得很惨的两位可怜你巴黎巴掌OK 我是文卡子雅一个台湾本土的职业摔跤选手 Zeta See you next time拍完了好累忙了一天哎呦辛苦啦 One Two